我是米格鲁，虽然招募评定的成绩不太理想，但就算作为实习生，你好，我是刘星，来自森林的弓箭手，您需要擅长灵语，原属拉特兰树卫队，愿意成为你的戟，你的羽翼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凯达的频道。不能在博士房间拍素。我是实习医生安塞尔，今后将承担一些外科医疗方面的辅助工作。我是米格鲁，虽然招募评定的成绩不太理想，但我需要一份工作。而作为一家制药公司，罗德岛想必不会拒绝一名经验丰富的植物猎人。所谓植物猎人，预备行动组 A6 的组长紫兰前来报道。您就是博士吗？我是米格鲁，虽然招募评定的成绩不太理想，但就算是鼠姐姐带我过来玩的。我好像还在要她签字的文件上写了我的名字，不过鼠姐姐说不要紧，签字之后我就可以经常来这里玩。我是古米，您就是博士吗？感谢您和罗德岛的大家一起帮助了我们。白雪，依照文月公主的嘱托，协助陈小姐行动。您就是罗德岛的博士吗？谢谢您的帮助。医药费我。行动预备组 A6，公报，前来报道。哎呀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和那个死板的，博士，我等可向你问好。有空的话，博士。你好，我是隶属行动预备组 A6的班点，职责大概是保护预备组每天都在那。同盟者，在此对您致以雪敬之礼。我是银辉老爷此次派驻的护卫之一。爷应该已经和你说了我的名字，是我。长兄长姐和我的两个妹妹都在你这里，我像是回了家一样。真稀奇，四岁台那个小伙子居然还没找你们的麻烦吗？代号方听，今天起正式加入。啊！行动预备组 A6，空报，前来报道。哎呀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和那个死板的，令人
你好，博士，我是豆苗，从今天起加入。哎，包里。啊，我是古米。您就是博士吗？感谢您和罗德岛的大家一起帮助了我们。博士，我叫佐乐。罗德岛上代理人的数量快赶上炎国本土了，四岁台早就该派人过来一趟。其实我们之前便寄过一封公函，只不过贵司似乎忘了回复。